小武林，小老杜，等等，我们这一讲是复习什么呢？压强，不是固体压强，也不是气体压强，是比较难的液体压强。为什么液体压强比较难呢？老师，我以前假设预习的是不难的，气体压强算比较难的啊，尤其是跟将来还别将来了啊，就马上下面就要复习到浮力了，因为浮力就是压强的一个延伸，对吧？我们知道浮力是压力差嘛，那压力差就要学到压强差啊。来吧，看看北京难度的液体压强常考题型有哪些啊？先把知识点总结一下，液体压强大小的影响因素这很简单，第一是什么？密度。谁的密度？液体密度。啊，液体密度对吧？对。第二呢？深度。深度是不是？对。深度，对吧？液体的密度。最常考的就是不规则容器啊，当然规则容器很简单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规则容器长得特别好看啊，直上直下的，直上直下的这种。那像这种啊，容器底的受到液体的压力，就跟里面液体的重力什么关系？相等的。相等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这个液体的压力没有向上，也没有向啊，不是，这两个侧壁都是垂直的，是不是？对。你像两个侧壁是垂直的啊，所以侧壁给它的力也是垂直的，对吧？所以对受直方向的力是没有影响的。那像这种容器是最好看的啊，题目也是最好做的。容器底受到的压力就等于液体的重力，但像这样的容器就不好看，但生活中经常用，是不是？对。比如说杯子，嗯，比如说咱们的碗，都是口大底小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像这种东西啊，容器底受到的压力跟里面液体的重力可就不相等了啊，因为一重力的方向是怎么着来着？竖直向下，竖直向下，是不是啊？对，那就是竖直压到容器底的重力，压力才能是，这怎么说来着？我不说了，画图吧啊，说不清楚，画条线啊，就是由于液体的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的，是不是？嗯，那也就是说，只有容器底竖直正上方的那块液体，它的重力才能正好压到我容器底，是不是啊？对，那像这两边的液体的重力，有没有压到容器底啊？没有。没有，是不是？嗯。那这样液体所有的重力是没有全部压到容器底的，那这样容器底所说的压力还等于液体的重力吗？不等于。不等于的。那大于小于？不，谁大吧？重力大还压力大？重力大。重力大，是不是？对。重力大啊。那老师，那多余那部分重力呢？其实多余那部分重力压哪去了？侧。是不是压两个侧壁上来了？对。对吧？压两个侧壁上来了。压两个侧壁上来了，那跟你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你要去压侧壁，侧壁肯定反过来压你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侧壁会给你这样两个斜向上的力，那也就是说液体所有的重力除了容器底承担一部分，两个侧壁怎么样？也要承担，也要向上承担一部分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好了，那这个压力是小于液体重力的啊。生活中也有这样的容器，就是口大底小，是不是？嗯。你举个例子，三秒钟想不出来，说明你生活经验不丰富，是不是？再给你三秒，来，你看有没有想起来，是不是？生活经验极其不丰富啊，没有童年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三秒钟也没想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坛子，是不是？坛子一般口小嘛，嗯，花瓶是不是？不，有的花瓶是不是？那收藏的瓷器是不是口都特别小啊？对吧？就口小，对吧？哈，但它底不一定小，它肚子大，是不是？嗯，底肚子大啊。好了，又废话来了，是不是？来，言归正传啊。刘东老师，这我肯定知道，说这个容器底的压力肯定会等于液体的重力。为什么呢？说你看啊，说这个液体的重力是全部压到容器底去了，这确实没问题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但是液体的重力全部压到容器底的话，那就一定等于液体的重力吗？你再思考这个问题啊，你说这个容器啊，它不是斜着的吗？是不是？对。你说我这地方打个小孔啊，里面的水会怎么样？流出去。是不是这样滋出来呀？对。那没有小孔的话，说明水是不是有没有向斜向上压它呀？有。这肯定有吧？有。你打个小孔，水噌出来了。那不打个小孔的时候，没有小孔的时候，说明水是时时刻刻这么挤着它的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力的作用是什么？相互的。那你水要向上挤我的话，那我肯定反过来怎么样？嗯。向下压你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说明啊，
这两个侧壁还有跟水这么斜着向下的一个压力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好，你向下压水，水再向下压容器底，是不是？嗯。那这样对容器底的压力还等于水的重力吗？不等于。不等于了，相比水的重力怎么样？大。还要大，是不是？对。哎。好，那这个液体的容器底的压力是等于自身重力的，这个呢是压力是小于重力的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呢压力大于重力的，是不是？嗯。要有这个概念啊。这个形杯问题啊，就是我们一般叫形杯问题，不规则容器啊。这个在预习班的时候，与实践问题多还是全部没有讲啊，所以这地方讲的稍微多一点，但还没讲完，我还要往下讲啊。那像这个啊。这个压力等于重力就很好办了，是不是？嗯。那就是要想求压力等于重力一找就行了。那这个不等于重力，我怎么去求这个压力呢？那这个待会咱们下面有啊有。哦，看看啊，这个压力怎么求的问题。一般是如果是固体对桌面的压力压强，这很容易，是不是？对。对吧？杜老师固体吗？是。其实杜老师身上有血的，你知道吧？对，这人体百分之多少都是水，你知道吧？嗯。血液都是液体，是不是？嗯。就当固体吧，啊，往这一站，这讲台的压力就应该等于什么？重力。重力是不是？对。但是站斜面上就不好说了，对吧？是。站斜面上就小于了，啊。那求压力的话，一般怎么办呢？比如说，要想求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压力，那你可以看看另一个物体给这个物体的支持力是多少。对。对吧？对。对物体整体受力方体，求它受到的支持力。因为你对它的支持力就是它给你的压力，然后就求压强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嗯。有压力除以受力面就完了啊。那这压力这个液体的压力压强怎么求？但直上直下的就刚才杜老师说的，是不是？对。等于什么来着？重力。液体的重力是不是？对。对于这样的，这压力不等重力了，是不是？是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先求压强。先求压强，因为压强一体压强跟液体的密度和什么深度弱点是不是？对。我管你形状规则不规则，我管你长得好不好看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我只要知道液体密度，只要知道你所求的位置离最高液面的深度，我就可以用公式先求压强，然后我再用 PS 求啊，然后再用压强乘以你这个受力的面积就可以了啊。那就这两个公式怎么样结合起来用，是不是？嗯。好了，他讲不讲完吧？没有啊，我要返回来对着这个图去讲。当然这个图肯定不用说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很简单啊，比如说这个图啊，这个图我要求压力的话，刚才你说了，你要用压强乘以受力面积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压强用什么？肉液 GH。肉液 GH 是不是？对。再乘一个 S 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哎，你告诉我这 S 乘以 H 是什么东西？体积。底面积乘高是体积，是不是？对。什么体积？水的体积？液体的体积？还是杯子的体积？你这数学明显不过关。都不是。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，它的体积才等于底面积乘高？柱形。对。必须是直上直下的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也就是说我这个 SH 实际上比如说这个吧，这个 S 这么大，是不是？对。那这个体积是应该等于这块的体积。对。是不是？嗯。如果在这个图里面的话，那就是整个就是这个液体的体积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你要这个呢？大。是不是你这个 S 这么大呀？是不是？对。是不是这么大一块体积啊？对。对吧？对。这块体积，好，那体积，这是个体积。哎，那你告诉我，密度乘以体积是什么东西？质量。密度乘以体积是质量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那你再告诉我，质量乘以小这是什么东西？重力。重力是不是啊？嗯。那说明你液体的压力还是等于重力，是不是？对。但就是等于哪一块的重力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对于这样的容器的话，就等于这里面液体的重力，是不是？对。对于这个容器的容器里受到压力来说的话，就等于它正上方这块液体的重力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呢？也是底面积对的那个，是相当于底面积形怎么这个这么艺术性啊，就相当于这一块液体的重力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也就是说这个容器底所受的压力是相当于这么大一块水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显然是多于里面真实水的气体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所以这压力要大于
重力，自身的重力的，是不是？是。哎，好。啊，这地方这个磨刀的知识终于讲完了啊，终于讲完了。然后呢，下面就开始哎做题了啊，做题了。但其实做题之前，对于北京南都的同学，杜老师还要再墨迹几句啊，墨迹哪几句呢？变化量，这个压强是可以用变化量的啊，用变化量。你比如说这个地方，比如说高不变的时候，那就变化的压强就可以用变化的密度。这个小 j 的这个 delta h， 哎不，这就不能再变了啊，这就不能再变了。就这两个不变的时候，如果它变了，它会跟着变啊。还有，如果是它们俩不变的话，它变了，那变化的压强的一个 rho j 变化的高度啊。还有这个啊，变化的压力也是等于变化的压强再乘一个受力面积。嗯，但是你这个就表示什么？不变，你别这个也变，这个也变啊、哦，那这个就不，这肯定也变，是不是？嗯。但你肯定不成正比了。嗯。啊，就他们俩肯定不成正比了。好，叫知道这变化量啊，灵活应用。这个第一个题目应该是非常简单的，哇，很简单。小红，碳基气压强大小的影响因素的，我们早就知道跟密度和深度有关系，是不是？对。对吧？嗯，三种液体的密度是 ρ3 最大。那你看看这个图里面能看到什么现象呢？说这个高度差小点，对，这高度差呢大点，大点，这高度差呢最大，最大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为什么呢？你们三个不的深度是一样的吗？因为密度不一样。因为液体的密度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好了，这个实验结论啊、哦，其实杜老师想说的是什么东西？告诉大家，北京这种实验结论的话，必须首先第一要控制变量。那控制变量我们是说什么一定？一个其中一个量一定。那对于这个题目是谁是一定的？深度一定。哎，深度一定的时候，然后下面这尤其是三次实验，三次实验我们要说越什么越什么。对。啊、哦，那就是液体密度越大，压强越大越大。你能不能这时候来个自走都行？当深度一定的时候，液体压强跟液体密度成正比。不能。哎，你这不能啊。哦，在北京来说的话，这实验次数太少，你只能说越什么越什么啊。我说完了，你记下来了吧？好，那我就不说了啊，更不用写了，是不是？北京南都的孩子都比较会听课啊。我还是再说一遍吧。当深度一定的时候，液体密度越大，压强越大越大啊，越什么越什么。好了，第二题，完全相同的试管，分别装有质量为氨甲氨乙，肉甲肉乙，甲试管竖着，乙试管斜着，两液面还相平，更要命的是压强还相等。这项告诉我们压强相等，对吧？对。压强相等的话，压强 P 等于什么？液体压强。肉液 GH。肉液 GH 是不是？对。肉甲 GH 甲等于一个什么？肉乙 GH 乙，是不是？对。因为你们的 GH 是什么关系？一样的。因为都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嗯。这长度没关系，跟高度有关系，对吧？对。但是，一告诉我们甲和乙两种液体的密度是什么关系？一样的。一样的，肉甲等于肉乙。然后让我们咱们指，这不相当吗？这个，是不是？对。这相当啊、哦！有同学心凉了，老师我就选 C。你该干嘛干嘛去啊！然后找质量关系，是不是？对。质量关系等于密度乘以什么？体积。体积是不是？对。那你看甲跟乙体积谁大谁小呢？哎，老师我会，一样高嘛，所以体积一样大。你也想呀，人家斜着站都跟你正着站一样高，他要好好站，站直了呢？比你高。肯定比你高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他要站直的话，他肯定比你高，对吧？嗯。那姚明要站直了，肯定比你高吧？对。姚明就像跟你一样高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他躺着，是不是？这有点夸张啊、哦！你要跟姚明躺着一样高也不合适，但是要姚明的斜着好，是不是？对。对吧？嗯。那就站直了，肯定比你高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就说明乙的体积怎么样？大。乙的体积大。那乙的体积大，它再乘一个体积，这不就是乙的密度大了？啊，乙的质量大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乙的质量大了，好，就选哪一个 ？A。A 啊。变式啊，就是类似类型的题目啊。你再看，还是完全相同的试管，是不是？对吧？对。注意条件变了，怎么样？质量相等。刚才那个题目质量明显不等，是不是？是。就让咱们去找质量关系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甲试管竖着放着，乙试管斜着放着，
而且比较讨厌的是页面高度还不一样高，你发现没有？嗯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你说啊，让咱们比较加强关系，那我肯定首先想的也比较强吧？什么？肉叶 GH。肉叶 GH 是不是？对。好了，我知道乙的高度怎么样？比较高。比较高是不是？对。你看你这里高度明显比这个高嘛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那乙的密度呢？不知道。能知道。你看，你乙本来斜着站就比人家高，是不是？对。你要好好站直了呢。更高。你比人家更高是不是？对。那也就是这个体积谁大的？乙大。是乙的体积大是不是？对。你们俩质量有什么关系？相等。质量相等是不是？对。你质量相等，那你说明你密度怎么样？哦，密度小。是甲的密度大于乙的密度啊？对。对吧？对。质量相等嘛。是。那你看啊，你的乙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我虽然密度小，是不是？对。但是我长得高。是。要是你的话，你是选 B 呢，还是选 D 呢？选 B， 要是你就选 B 了是吗？蒙，这因为蒙这个概率是很大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你一个小一个大凑合起来嘛，是不是？是。但也有同学比较严谨，你知道吧？人家就选 D 了。哦。哦。那严谨的也不一定对，你知道吧？要是杜老师就不选 D 了，也不选 B， 因为还有别的方法。你这个方法不行，不代表没有别的方法。那液体压强这个公式是哪来的？肉给 H 来自哪？来自那个 P 等于 F 除 S， F 除 S 是不是？对。你看啊，有这个条件啊， P 等于 F 除 S 是不是？嗯。那是不是有一个可以肯定了？溶剂的底面积是一样的。对。对吧？对。他问的是什么？是对试管底的压强是不是？是。没问试管壁吧？没有。就问试管底是不是啊？对。试管底的受力面积是不是肯定一样的？是。那你看这两个试管底上受到的压力是不是一样的？你看这个是不是竖着站了？对。那你这里面液体所有的重力会怎么样？压在甲上面。是不是全部压到容器底来了？对。你这个里面重力跟它是不是也一样多？对。因为你质量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是。你质量一样的，说明你这里面液体的重力跟它也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不好好站，你非斜着站，是不是？对。你液体所有重力有压到容器底来吗？没有。没有，肯定有一部分压哪了？侧壁。压侧壁了，是不是？是。那这样会导致乙容器底压力会怎么样？变小。变小。所以甲的压力大于什么？乙的压力。乙的压力。然后除以底面积什么关系？相等的。相等的，是不是？嗯。所以。哦。聪明的人会选哪一个？谁？选 C。会蒙的人选 B 是不是？严谨的人选 D 是不是？对。哎，高手的人选哪一个？选 C。选 C 是不是？选 C 啊，答案选 C。